嘿，咱们用这个石头做一个返航的一个标记点，咱们给它放到下边，等一下咱们给它飞高飞远，关闭遥控器，看一下它能不能再返航回来，好吧？咱们现在直接飞高飞远冲刺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图上的像素啊，现在飞行的是大疆御三，它带有两个摄像头，上方是一个28倍的一个长焦镜头，咱们变焦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上面的鸟窝都能看得很清楚啊。下方搭载的是一个哈苏镜头，并且它的摄像头带有上下调节，咱们调节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想看下方看下方，想看前方看前方。好，咱们现在关闭遥控器，手机线给它拔掉啊，手机也给它关闭，咱们直接给它丢在地上。看一下它能不能返航了，咱们的这个返航点啊，这款是可以高飞500米，远飞15公里的一块电池，续航时间46分钟，并且它带有单向的一个智能返航，带有智能返啊一键返航、低电量返航，还有失联返航。看到没有？咱们话还没说完，它都已经回来了啊。好。已经到达了咱们的一个起飞点，看到没有？下方的石头就在这里。咱们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啊，点我头像来我直播间了解更多。